态应该有画面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现在我们要进行就是我们帕斯多的抽什么什么时间？这一次的生活都是 Amazing All Star 的。然后呢，今天六月一号也真是新的一个月份的挑战，我开始啦。好，然后这个月，有公布了。有分，现在那个每个任务都有分那个什么初级、中级者像跟上级者像嘛。你每打倒一个级别的，他会给一个彩虹奖牌，对。然后你收集三个彩虹奖牌的话，就可以换精灵王的吸食，这算是比较重要的地方。可是现在我看一下。对，全诶，无损，是还没有开放光是不是？光暗是不是？目前可以交换的，它只上了活水木，嘿嘿嘿，竟然只上了活水木。不过，之后应该还是会上光暗，对，之后应该还是会上光暗的，就是光的时候上。可是现那一个月最多给两个这个彩虹奖牌，彩虹奖牌就是每打一个级别送一个，所以一个月最多两个，所以你要换这个金龙吸食的话，最快也要七月份，对，七月一号最快能换的是。光暗的部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上去了，不过。他起码应该会给，应该是两个月轮一次吧。如果，七月能换，结果七月马上就把活水木撤下去的话，那是太扯了。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来抽什么什么吧。安安 ，Hello， 抽什么什么又来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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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现在还有 Gold Face 啊，不过看看他的几率，一点都不想抽啊。看他这个几率啊，一点都不想抽。好啦，那我们就抽马克星 All Star 啦。好啦，虽然说在他刚开的时候我就有抽一波，然后我有抽到一颗流星是路奥，有抽到一只路奥。可是正既然在说这一次的六星区还蛮高的，让1、2、3、4、5、6、7、8、8，只代表说六星期望值有 20%， 就是说每五抽就会出一只六星。照理论来说啦，每五抽就应该出一只六星。你说神迹吗？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抽蛮多神迹的啊，所以能补动的机会真的比较少。虽然说他出很多新系列，但是我真的不管怎么抽都没办法补动，反倒是我的分身或分身这都在补动。毕竟我又没有在分身克弱，所以分身一直都在补动。我反而是本帐都抽合作机啊，然后分身神迹多少抽，不过大部分还是以合作为主，或者是节庆为主。接下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啦，不过可能是这一次的马金罗斯达过，应该就会开那个结婚花嫁抽单机了吧？啊，这个月全任务 clear 的话，送信仰火龙帝哦。虽然说我没有抽到就是了。然后现在的排名战是那个水机操吧，好像是水机操，是不是？我看一下现在排名多少。我是有打剩20%之后就放在那里了。来看一看啊。腿好快啊，我已经掉到15%了。我那个时候看到12%，所以想说应该没问题了，已经掉了15%，好快，大家好拼啊！好了，差不多，赶快抽，抽，第一抽，抽，
哎，我没有放 BGM 没问题吗？先抽一抽好了。哎，金蛋。哦，公平，这从已经抽到了。还，那什么？其实蛮想抽小樱的啦，蛮想抽小樱的。也没有抽到愚公嘛，所以小樱很重要。啊，金蛋。这，你看我活动机，我前面才抽几抽而已，结果马上这两只通通抽出都是重复的。我没有，我看那个沉迷那一部。嗨嗨，抽蛋时间喽，嘿，啊，金蛋。解修的，我这要可以单吗？要可以单吗？我之前在6月开始之前，他刚出就抽了，抽到一只鹿了，对，前面几抽一二三四。一二三，三抽，四抽，前面是四抽一转，然后接下来刚刚三抽，马上要重复两次，要氪吗？要氪下去吗？小樱哦，等那个宫田来打是吧？嗨嗨呀哈喽，水鼠四倍哦，这比小超好多了啦，包包好大，1200而已。然后按个画面，出了画面，我已经早就准备好了，就算没有人叫我磕，我就磕一档。港口接收我的钱包君吧。嗨嗨，也是啊，如果没有课的话，大部分都压包包了。只是我很喜欢收集一些杂七杂八东西，我很多东西都舍不得卖，所以。才搞到就是满。OK， 刚刚三抽没赚，照他的几率，他的期望值来讲，应该是五抽要一赚的嘛。现在三抽没赚，哎，第四抽会不会有赚呢？马克诺姐啊，没有啊。红警八元，这个是上一次就已经啊 ，OK 啊 ，OK 啊，我打了。对，好，期望值说好，期望值呢？公布几率之后，期望值呢？来，有没有赚蛋？来，刚好展现给我看看你的几率吧。啊，有欸，啊，怎么又重复了？重复啊！你要给我一直没看过转蛋不行吗？啊，电视。小狼上蛋抽过了，他家真的是五抽给一钻吧？哦 ，Lucy， 我们上次的马克星 All Star 抽怎么用什么就用 Lucy。
陆奥可以用复制人队吗？我应该买谁啊？宫田，这只有用吗？破防，追杀一点反应，感觉有用。这个我没有重复。电台，这个都是个Lucy太多只了，卖。卖掉。你看我的背包塞一大堆有的没有的。Go！ 耶嘿！马瓦斯！啊，当然是嘎嘎！嘿！我说：“对呀。”啊，才刚说没有重复，马上要给我来一只。你看五星到底有几只啊？我看一下五星到底有几只啊？一斤以上用过。我现在差这只，不对，这只我好像有抽过了。这只有了，露西有了，伊丽莎白是有了。啊，这样子我五星已经全收起来。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萨克拉。然后现在库洛魔法石还出第二季，是不是？哎呦哎！这个是传说中的千米啊！千米，五色攻击半减，四康博上升九倍。可是感觉好像。你是在巴哈好像风评不是很好是不是是说就是五色才有减伤、不过半减其实算是蛮大倍率的，它像那个艾德是 35%。紫巴嫂我国小时候吧看过，可是我没有全追，因为国小时候我还不是会就是疯狂看动画的类型，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运动少年呢。可是我什么时候变成自一直拼命看动画不运动的？说起来羞愧，自己会破坏自己版面这么扯，就跟当年兵长一样嘛。兵长他的之前的那个洗版，结果会开机之后会洗到自己没有办法放最大倍率。如果会这样子的话，那应该会改吧？他不会。いいのか？そんなそう大丈夫か？大丈夫？問題ない。现在看到金蛋就知道重复。Elizabeth， 我几只啦？我已经删了不知道几只。Elizabeth， 你安息吧。我要没有抽到美利欧达斯，你在这边没有意义。メリオダス出てくれよガッチャーおお团长おおマクノーチェーエッパーこれはテンプシロールだテンプシロールだダイヤー等下ダイヤ不是那个跟那个ジョナサン就是他一起打ディオ那个ダイヤマグノチェこれテンプシロールだボ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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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超喜欢看那个第一人卷，那可是他新的一季有继续做下去，我没有继续看啊，说什么那个有进化型的轮转位移完全版的テンプシロール，哎呀かっこいいな。はい、次、さくら、早く出てくれよ。不知火，是说，重复删掉。我看一下他对讲机，刚还没有仔细看他对讲机。火鼠，火鼠 up，
六康的上升。不知火，不知火好像不错啊。配不知火好像还比剑心好一点啊。剑心是叫纯火五串嘛，不知火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哎，这样配小白幻好像也不错，圣诞小白幻吗？还是小白幻吧，应该是圣诞的吧，好像也不错。可是我记得小白幻好像有减伤哦。我看一下不知火有没有减伤。不知火，不知火了。也有啊，不错啊。可是它是倍率八倍啊。八倍，好像还可以啦。八倍，然后木质是多少？木质呢？这两倍、十倍、八十倍，可以试试看。OK， 这个萨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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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跟小狼一起放闪吧！这是要先抽到一只小狼萨克拉才出来的节奏，是不是？节奏我早就有，不过没有重复，算留着好了。这什么？我才刚说留着，留着，留着，结果我就满了。他就慢慢慢慢慢的出来，删掉。这个萨克拉梅里奥达斯，特雷克亚啊！但金蛋每个都是重复的。金蛋每个都，才说重复是不是重复？马上就多来一只，删掉。我们留个五十让我打关好不好？不要全部抽光啊！也是不知道他跟主角什么关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主角群。没有看那部动画。千米啊，果然啊，没有人在每天过年的，没人在每天过年的呢。冬天走，虽然说你已经比臭比我好多了。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抽钻蛋了？打最后两抽，最后两抽，哎呀妈！我死 ！Magic Monster， 萨克拉！我好像已经六抽还七抽没赚了。说好期望值呢？不过我这样子照来说，一单起码要接近四赚吧，三赚四赚。已经差不多到期望值了是吧？所以我没有抽到第四赚，好像是很合理的事情。刚好表示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哎，三一个啦 ，open！ 啊，没有。好了，那我们开始打了。五十让我留下来回体用。刚刚是先抽宫田嘛？宫田是水鼠哦，但队长季都在反击哦。一单十七抽，对，所以应该要抽要三只半吧。钻蛋应该是三只半啊，我抽了三只，所以应该在合理范围内这样子。也不对。包括上我开场三抽，所以应该要四只，所以我低于期望值。原来我是微微飞了一下是吧？小飞招。好了好了，有抽到木之内就不要嫌什么了。哎，水对，哎，它是无条件啊，水无条件，这么好，这么好，这样子我就。就来个水有七系的通通上，
西恐龙上。乱码是双西西，好，就这样。等你回复，就回复你第六十。OK， 那我们就来打这一次的，六月的任务，初级的终极上面打。我先从降临开始打好。盖亚 calling， 有没有人有宫田？宫田，宫田，宫田。没有啊，就水裂了，就水裂了。哦，假修，就说那个假修系统队超强欸，这有是假修系统队超强。这样忘记上图了，我差点要犯上以前的错误了。我打得太爽了，结果打完整场之后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上图。嘿，我等一下，我上个图。嘿咻，反击熊啊，看一下反击可以反多少。快快殴打我，快殴打我。什么？哪里？什么？ What？ 我真是被打击。我在叫你殴打我，不是叫你封锁我，不要封锁我，拜托托。对啊，特种龙花，我连打盖亚降临都挂掉。好啦 ，sorry， 傻白痴。要看反击拳还是跟 BOSS 互殴的时候再看好了，不要在前面跟这个魔化的龙花开玩笑。OK， 来爆头了，先打哈，妈妈的，金蛋让我那个奶奶，怎么这么多水？打打的，哦，打他。用宫田好多了，就想到之前小超就 1.5 倍的时候抽什么用什么，真的超痛苦的。1.5 倍真的跟什么队长打都不行了。哎，天降天降天降，多多来多来多来啊！刚刚为什么都不天降？害我还要死了一条命。桜いないの。小狼要那个终老一生了，我们有这么多只小狼，是不是？五枭虫有啊，恶魔将军啊，那个金豆的恶魔将军就是五枭啊。黑布里好像也是五枭吧？可是恶魔将军实在太痛苦，我拿他打过就双一。虽然说能过啦，不过遇到康伯顿的就是碰运气。所以自从那次打过那个仙人 Noctis， 我也很少再拿出来打了。真的四消五消的真的很用起来太痛苦了。对，他不是说不行用，只是说用起来太痛苦了。
何必自虐呢？有三消可以用，为什么要用五消的？是说三消是一种什么？转租游戏研发出来的一种结论啊，三消是那个用起来最舒服的这样子。不是这个方块。テロリスト，还你哦。我最高好像12%多吧，不过现在已经掉到15%了。所以我在想，结束之前可能不确定要不要重一波。现在而且12%到15%好像才是一天多的事情吧。一天多就掉了差不多3%，感觉有点危机。升17等，这么好赚。还这个，还这个，再来是谁呢？关银平，我们换个人，换 Julie 好了。Julie， 哦，厉害耶！然后这次光精灵王。四消对，虽然说7×6了，不过四消用起来就不这么的直觉。不过还好啦，四消还好，没有说像五消一样这么痛苦。自从用过恶魔将军，比四消就还好了。白长白死。所以他刚刚那只光忍者先至，结果被宫田反击死了。哦，6%那皇冠，不到皇冠，我的皇冠还是以前有一次开那个那个什么，刷那个吉龙记，发吉龙记的时候，好像刷体质以上，他就派一个皇冠给你。我唯一的皇冠是在那里拿的，但我根本排名根本就打不进去了。毕竟大家都是玩三消出来的，除非你是那个从小玩潘多拉起来的。虽然说我也是从小玩潘多拉起来的，我潘多拉是蛮早就跟了我的新手时期蛮久的。只会六消这样子，没有六消就没有输出。以前潘多拉英雄神都是起码六消，对不对？不能这样讲啊。虽然说没有六消没有输出，但是他还是可以三消的。以前横排队是强势的跟什么一样，就突然不知道松玉什么时候突然间，横排队就视为了，被横排觉醒被当作新宠，最不乐见的觉醒之一。哦，日龙很难抽到。我想到日龙啊，那个5U，垂涎30。当初那个更新下，五幺，看那个输出啊，都阿黑眼了。奇怪，我摸鼻子怎么感觉荡荡的？现在才几点啊？现在还没有12点呢。干巴嘞，干巴嘞！听说波已经他今天去打球，他开台打网球太累了，今天去睡了。潘多拉，因为以前潘多拉的那个字符对啊，潘多拉，然后加吸血鬼，我们的曼巴亚萨玛，再加一只服部。然后再加一只名后。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明治光秀还没出来啦，我那个时候加那个时候明治光秀还没出来吧。然后那个对好，还有洛基，我才会放正常的放洛基。
还有谁啊？按键，对，按摩键，按摩键，对，按摩键，按摩键会放一支。可是现在呢？现在啊，哦，潘，你说潘多拉，我真的是很几乎，真的好久没有拿它出来了。这就是谁？哎呀，我知道那个啥啥色的，对吧？这个是长是佩鲁索拿的杂色，这个是光主性的。多拉狗真把拉美塔血量攻击算了，好，水蜜鸟，水蜜天单会，真放狗，奥索尼亚，是因为我比较少抽神迹吧，因为我忘记从，一两年前吧，我抽蛋几乎都只抽那个接庆机，很少抽神机了。哎，不对啊，接庆机还有一只新年日龙还是没抽到。我是说这次开花架，要氪吗？应该不会氪吧。因为花架以后还有机会开啊，合作真的就是看运气啊。只是说剑心会合作也是算是蛮意外的。只是说做，是不是被放出来了？说连载要再开是不是？那这是被原谅了这样子。强的都是别人抽到，我们只能看别人爽这样子。不过其实我抽的也蛮不错的。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也真的蛮欧了。我是去跟别人抢了那个光精灵王，就是想要帮我的小藏的迷路就近，结果我发现小藏我根本打不赢啊，小藏我根本打不赢啊。进去之后才发现我投了差不多60吧，投60打不赢，怒退，根本打不赢啊！那个时候我才体验到原来幽助强成这样子。对，我幽助是抽到的，对我来说我也是蛮欧的，现在能抽到幽助这么强的家伙。顿时觉得，我那个时候觉得，光精灵王，我用幽助剑临时就过了，对吧？不对啊，光精灵王根本没有弱成那样子啊，是幽助太强了，不是幽助太强了，不是金融太弱了。那上次幽助好像也是可以用代币换吧？可是现在很多人抽神技目的应该都是为了拿代币是吧？好像不一定是锁定某只线程，反正现在最高线。最强线程都是七星线，是不是？乌鲁斯 ，Hello， 小娜娜。对，宫廷打太多场了，不是？来换只，刚刚，你值得，值得，最值得，幽助真的值得你拥有。下一只是这只嘛？稀饭。真假的，名字叫稀饭，一个叫钱米，一个叫稀饭。要不是我刚才吃饭，要不然我真的会饿死。巴兰斯太普真巴拉米卡点火拜木薯六号，这是木薯的英雄神。OK， 木薯的巴兰斯太普，木鹰我到现在还连超进化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连打不进都没有。真的，不过值得啦，值得，幽助绝对值得。木平衡的人才这么少啊？
哦，还有一只，还有一只罗宾汉，罗宾汉。索尼啊？什么？索尼啊被继承？是谁继承了我的索尼啊？把它拆下来。索尼啊，你在谁身上？快给我下来！原来是在 Kito 身上，在 Kito 身上。松冈，你这家伙！对于攻也蛮强的，只是我已经没有代币了，对，很不了。木，还是木短转，木平衡没有短转。小狼，小狼是 A 很死。没有短转。OK， 这个这个誰だ？哦，ヘラクレス，ヘラクレス。我们要扮演吉尔伽美什来虐杀他。木恩同时攻击。OK， 就你啦。可是他重点不是因为他可以继承吗？他跟小樱的用处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个解那个完全解决型嘛，完全解封诀啊，不是完全解决型。能够完全解封诀的人才。不一样吗？还是我记错技能？哦，那确实是很值得，就直接放在队伍里不用继承的。体质这么不错。就他不只是个省油灯，非常的厉害，直接当基底也没问题。不会没换吗？我是想换也没换了。我教练，我的代币已经通通都没了。啊，这个是有回血的，很可惜。再输入十连的，原来我们的防空器没有满哦，那很累啊。Yes， 感谢天降大神。嗨，格里亚。Game clear。那我是要放置好大，我这对没有那个完全封禁。
没去。Vera Cruz， 哎，哎，我们换了。等一下，我回体，没体啊。要不，哇，好，还好，很多只要，很多只在排队。算了，换下一只好了。太多只了，按属性了。呀，我一直忘记换图，是不是？我还一直放着工程图，不行哦，没汤哦。哎，要轮流上啊。是吧？嗯？奇怪，为什么？等一下，这一只不是？这只不在战友网的那个名单里？怎么的？有什么命？为什么这只没在？偏心哦，是因为后来才加入，所以假修跟这只没有进去一样的，怎么这样子？伤心哎！这样子的话，这次那个战友网的统计不就要偏掉吗？没得填这只，这就是暗鼠两 combo。暗属两 combo， 那就是暗短转的天下啦。才刚说到暗转，对，好，恶魔将军，恶魔将军是被转的。小潘呢？是小潘呢？刚才说小潘，我找小潘出来。然后、W 潘也出来，大家都出来了。红币哦，对啊，他虽然说是感觉是给一个精灵，收不到精灵王的一个救济，可是基本上队伍不够强，只拿一个吧，一个月，所以要换一颗精灵王，其实起码要三个月。伊扎纳米，呀尼。メリオダス獅子王法，对，没光没万，这次只上火水木，我不知道什么坏没开征集，用转盘好了啊，可以啊。可是我现在在用这种乱七八糟队伍打，你要打什么吗 ？LV10 吗 ？LV10 的话可能有点生死未卜，不知道会怎么样。哎，怎样？无落珠什么？你是罗？对，我无落珠的什么？哈？你现在是无落珠队长？六个关卡随便挑，那你要什么队伍？你想用什么队伍？都可以，那就优助吧。等一下拿优助打个 L8 之类的，哦，
可是通常我爸会不会以前有嫌厉害，我爸比我是难解决。我也没有，我没有看资料，不知道我爸那边长什么样子。这个处理好不久，你想要你是要剪鸟？嗯，是你先啊。带入了梦灯，よし、ゲームクリア。伊达那边上来啦，现在已经把两只按了伊达那边，还有新伊达那边，已经不需要留他。要打 L 八吗？我看 use get 应该也可以啊。开荒一下。L8 到底是什么样的鬼东西呢？特殊 What? 竟然是特殊关，初见不看资料杀进去，嘿的，哒啦啦啦！哦，一开始居然赏了一个终极啊！这是啊，超绝，不是。那个协力的时候超卷醒没用，哇！这样子我这边好像没有升级。我升级在鼻骨身上，啊，那鼻骨超觉醒没用哦，要记得回血哦，先至16000，好血回的够，先至16000。然后被猪八戒还有一个重力记得回，会至少回16000血。好，请注意撒旦先知。啊，终局。啊，好，我没带。阿姆罗，好，你竟然把我们可爱的爱喵给封起来了，爱喵，我突然间又回归了那个 online 的，我要杀了他，不知道下一层会，我是怕下一层会有什么。放置水魔剑之类的，就近水魔剑。撒旦州是封局，第四关什么？诶，第一次出现，这个是啊，大神棍，没关系，我鼻骨还没跳起来，还有两回合。What？ 还不能回合，就。600000，感觉幽助队随便打得过了。然后拿我的六星珠过去给你。
撑一下。突然间100倍就出来了，果然随便打到爆了。水吸，这真的悠住来的，这是水吸，真的悠住来的，这是水吸。水招闪，锁水，狂刃，22000，好像坦得住嘛，不愧是 use K。还有一回合，我好像没有加速一下，我看一下，use K 加速，不对，他现在水系我不能，现在水系我也没有办法输出。夺光斧，我的鼻骨跳了。下一回合，他如果没有再开水吸，就可以杀了。应该不会吧？他应该不会中二指再开水吸吧？哦，火吸。等你这招很久了，原来又是可以加速，又是可以加速。OK， 打 LB 八的这个带一只破七。哦，哪里？41000，记得回血哦，不要打太爽，好险，吓死了。哦，阿里巴巴跟我一样，让那个阿丁的阿里巴巴。其实好像只要打破70%还是多少，看起来很那个。呼呼呼，又是给好强啊！没有水还是杀、欸，厉害厉害，感谢，厉害厉害，不愧是 USK。哇，这 LV 八就设了好多陷阱哦。第一层先来一个猪八蟹重力，然后第二层马上撒蛋先是16000。然后第四层来一个600000盾，你如果没有回血的话，这那个石川的伤一个41000限制。Face Rig 搭配那个 Life 2D， 对 ，Face Rig 我是在那个Steam 买的，那叫 Face Rig 的程式，它可以侦测你的脸。对，真正的脸让图去动啊，那个模组是用那个 Life 2D 去做的，对，就是你可以啊，然后你要把 Life 2D 导进 Face Rig 的话，还要下载那个 Face Rig 的那个 DLC， 对，它有一个 DLC 可以把 Life 2D 的模组导进 Face Rig， 然后就可以用了。你说。我现在是用他的就是范例模组去改的。他、啊、这个角色是我 RO 主教，对。这个角色原本是我 RO 主教。然后就是我自己拿他的范本去把他改服装啊，改头发啊，改眼睛啊。杀
蛋，哎，未进化型的，石川进化过了。嗯，留石方。啊，按错啊啊啊！没有加我。嗯，谢感谢。那我还是我先继续推一下吧，我还有好多只角色还在排队，然后抽太多了。感谢感谢感谢，让我推了这么多陷阱的 LB 八，感谢感谢。我们继续推一下，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藤井八云先生，水木同时攻击是攻击三倍攻击，使用 speed 时攻回了两倍，六倍，对，这个可以搭配九里，对，这个可以搭配九里可以来用。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上级了，上级将领水木太普，感谢感谢，上级将领这边会是，不知道这次有没有麻烦的家伙。说到水木就会想到本季我们的群马气势，群马气势当然要进来。然后水木我想一下，水木是谁？水木喝个九回合盾，九回合盾爽。Yusuke， 嗯，我先谁啊？那个谁？我忘记，好像是蒙汉的，蒙汉谁？呼噜呼噜，之前那个艾鲁的呼噜呼噜，这只有加一 C 啊，然后水光有水光回，我当时在找水光回阵，结果我没有那只战国的水，那个水的战国的什么的忘记了，那只叫什么的忘记了，然后我又没有那个蒙汉的那种冰牙狼嘛，还是忘记了，对，那只明明是五星，就我却没抽到。所以没办法，我只能继承这次而已。就是水光阵啊，水光回阵啊，原本想找水光回阵，但是唯一的水光回阵通通没有。嗯，爱猫换灰原，嗯，爱猫换灰原。爱猫换灰原，然后再放那个防棒。对啊，不是放榜吧，放那个磁火。欸、对齁，这样早上可以防的东西更多齁。反正我爱猫原本就不是速度像是功能像的。啊，我远了。小爱你在哪里？出来。让哥哥看看。人家都几岁了，我还把他当小孩子看这样行吗？小爱真不见了。我的矿宝，矿宝，矿宝，好的，你帮帮人民的啦，为基金福利会设目叫天主善那个，联合国把鸡爆加你们联合国，小金白布鸡死亡游击甘草精华熊梅这部女的，我真找不到小 A 是什么态度呀、啊？哇、哦，新解锁，等于是它的功能就是比爱猫好多这样。真的没有哎、欸，为什么小孩？奇怪，他不是火鼠的吗？我记错、啊。哎呦呦，看到，真的不错、啊。哦，还有三个新家哎、欸，好棒哦，还完全绑绑、啊，不错。啊，就功能宠来说，会员是好多了、啊。他解绑哎、欸，解绑主动了、啊。好，感谢提醒，拿来放小孩确实是好多了。之后再改编辑。水木镇，水木镇的谁？水木镇，藤井八云先生。
ってきます。敵上级者像，确实跟爱猫比起来，确实是没有手指啊，啊就是比较没有输出像，它就是只有五出像。爱猫还有双，爱猫还有双子啊，对的，啊、对哪？这里嘞，这里这里被我扔掉了，这里。九里没了，没法多，只能再找水猎啦。啊，换个人，藤井八元先生，你的图交出来。ヤクモ。才说水木就马上就缺木，你是想要跟？然后跟我们的那个卡珠少女争夺第一，是不是？进场就缺。没带星座啊？刚刚那一场啊，刚那一场原本我单打的时候是比古他自己，比古超级有星座的。以前我会放那个玩龙，自从啊鼻骨他超级有心，所以我就把玩龙换下去。以前我都是用那个玩龙继承鼻骨，现在就是鼻骨可以直接上。可是刚刚忘记那个协力的时候超级不会有。系统速刷，哦，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煮就对了，然后煮出来就，可用。嘿，破防了！我刚忘记都，开板机哎，带了板机虫就不开板机。你电好好快哦，我才开多久啊？才一个小时，我电就从80几%掉到剩37%，那这只手机真的快不行了，掉电就超快。所以我这手机如果开插着电玩，然后还开猫鼻阵的话，超烫。这只队长系统速杀、啊。那我刚刚还卖了那么多只，啊，伤心了！我刚刚卖了很多只藤井八元呢，伤心了。气的速杀，现在速杀都靠什么？现在速杀好像就啊，慕容翠吧，我们的小风嘛，小风速杀对。
他以前是流咒嘛，以前是流咒速刷，现在是小崩速刷啊，现在全都蛇了这样子。你叫什么速发的？只要头尾录到99，每回合一 C 40万这样子，一 C 40万可能杀不掉，还没有办法破防。哦，打一场换一队这样。藤井八云 get 到，最近动画崩了的那个广告，那个游戏叫什么？这样子什么什么东西 get 到。来陆奥，来陆奥，左陆奥。来放歌，来一坨鸟鱼，再放歌，放歌。我在陆奥真的很方便的，就是放陆奥之后都不用心思啊，对，他杂兽盾，白痴了我。感谢提醒，差点进去就死了。哦，这是别西普先生。来路奥吗？没有路奥，有人路奥，那就双路奥吧。好的，换图。路奥，啊，其实蛮想要拿纸的，抽不到就抽不到啊。哦，马库诺乌吉应该要开心才对。3617，这只猫。耐心的嗨嘿水红鸟更好，水红鸟能更好，那水红鸟出的时候真是我好友真是一排水红鸟，就是这么的强势，就是这么的任性。雅斯塔路讲有话要说，没有，他虽然说是上级者将啊，不过这是前期的将领哦，这前期将领还是跟我打架的。哎，这个别西普苍蝇王普宝，你还是给我去睡觉。好，就是这一切都是运啊，就像我虽然说爬石头抽很好，可是我其他翻大侠就抽得很烂了。我虽然说没氪啦，不过现在有100，都已经我从开服玩到现在，结果我的五星才几只啊？像
七只吧，六只还七只而已。完了，我说那个提拉范达西亚的制作公司跟那个 FGO 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就是 Aniplex， 所以啊，抽蛋几率真的是惨惨惨。我说啊，然后抽过 FGO 跟提拉范达西亚才知道 PAD 是多好抽。我说啊 ，PAD 看到这个啊，赚蛋 2.5% 几率怎么会这么高啊？然后我就氪下去了，嗯。然后抽过 FGO 就知道 PAD 的好，那个帅子帅子，这 FGO 实在太可怕了，要不是脑粉不要去，算是我还是玩了就行。火木六个以上，三色杂色队，然后火木六个以上还有 A 和七倍，哦，小狼这么厉害吗？修罗木火木，那就放雷弹吧。大姐姐，哦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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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还看到有在场外送账，送那个就账，然后看到他满满的五星哦，啊，还不知道他经营多久，看到 Gilgamesh 就啊是金闪闪的，好想要我就去留一下眼，就没有抽到，呵呵，这都是缘分，我也不像就去捡人家完胜的这样子。木薯也没有传火木的。我说累了，算了，把波叔的强输出通通都排上去了。啊，你看他是杂色队哈，光血安，我抓个血安，血安同学。在 FGO 的 FGO 就随缘了，啊，我的 FGO 我有五星吗？好像有了一只吧，忘了，我记错谁了，好像有一只五星，上次原本想要抽真德，结果抽到一只无形，是不认识的家伙，是不认识的大哥哥呢，看起来肤色很像埃及人，但是却不是法老王，伤心，好像是阿卡，好像动画里面看过，就是在我好像是在某 A 什么动画里面看过的，深色肤色的阿卡，好像是吧，真的太恐怖。射手，命运之子。那这哆啦公太鼓，好火木啊，重重禁止。
现在真的有持续在玩的手游就就帕兹多拉、基拉拉、凡塔西亚，然后 FGO 就是上线临时而已啊。最近啊，从昨天开始，每日登录连续登录七天的话，送十张呼符哦。你说重点不在哪里啊？所以啊，只是碰巧看到而已。碰巧看到就好像啊，多少让我满足一下抽抽的欲望。火木是杂色队啊。虽然说实质是杂色队，但是就是火六或者是木六的话，就增伤。现在天降这种都不要等一下都没有天降，这样我会哭哭哦，我会哭给你看哦，耶，吵死了，婆婆。贼成这样子，连你妈妈都不认得。是不是搞错？输出是敌。一定是哪里搞错？就是我开启方法不对，是不是？啊，对，今天啊，昨天星期四 ，Comic Girls 好像星期几出了，你看看。叭叭叭叭叭叭！等一下，我角色好像神魔，我就看同学玩过而已。你看，就在。之前还留在台北的时候，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在玩神魔。转租游戏的话，玩 PAB 的人就少，也不是没有人要玩，只是真的就少看到。我说连香港人都没有在玩，就只有台湾人在玩神魔，我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我一定要自己抽的。他们还有什么工会系统，然后解任务什么东西？我脚上好像荡掉了，我先重开一下。啊，我先打。我想说奇怪，他脸怎么都不动了。这个就是飞速的一个。竞争意识比较强，他们是有什么东西要比拼吗？竞争意识比较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发奖金是不是？像之前忘记什么 FGO 要那个代理的时候说什么啊，下载啊，等一下。奇怪，为什么我连？等一下，那谁打？为什么我连？为什么 PAB 屏幕都不见了？那谁打？为什么 PAB 屏幕也不见了？
工会排名什么打我约见搞这招，我觉得 OBS 有点怪怪的，他那个他的荧幕截取，如果像这样子出问题的话，通常都是要整个程式关掉才会开，看起来很难做。会这样子，刚刚那重开 Facebook 的关系吧。那个 OBS Studio 有个问题，它没有办法用那个，它的有时候荧幕截图出问题。我想，试着用别的方法去解。放纵事故挺高的，黑黑的，都赢我的 PAD 屏幕都不见了，烧的。三个可以了，突然间出了问题，去，刚打到哪里了？
不要打过慢神，要封了，要封虫了，封虫，封神，封神了！哇，我的神，带入了蒙灯了。我们还有龙可以用，就算全死，我们还有龙。Yes， 带入了蒙灯了。真是。文带入了封神斩得了红阿蒙主，你以为封神能够挡得了我吗？不，你想了没？好像出问题了，先不要用。挂掉，挂掉算了，继续。诺，全属性必须，那我们就再用一次好了。用诺基，小白换。砸手机。诶，我记得，对对对对，全夜叉的砸手机。还上。小狼对全夜叉。哦，都是都是犬科的样子，都是狗狗，都很喜欢放闪。等一下，犬夜叉他喜欢放闪吗？打个问号。他只是一个，他只是一个小笨狗，你让我好丢脸，坐下。砰！哦，阿兰，西萨，奥利克，西帕，啊，别错，带走了蒙德兰，意味高啊！快没电了，残，剩18%，18%到底还行不行？我操，没六颗，开始转速才发现，没六颗，不喵。
都死。奇怪，他竟然不是六色阵，你在哪？前期降临都不是问题啊，比较担心的是比较近期的。吉鲁雷加多之类的，不过吉鲁雷加多上次五月份有出了，这个月份应该能出吧？记得那种最难的好像不会连出，是他是大脚子 A 美女哦 ，A 美女麻烦两亿血。昂帝国是谁啊？帝国是谁啊？这家伙是谁啊？恶魔强化，忘记了。对，倒数第二只没印象。好，换队长。想要打两场。小笨狗，其实刚刚用过了。但是沉迷，这个在巴哈上不被看好的沉迷。combo 队，五色半减。我们需要很多的手指。他火暗火，不是火木，木的话就火，我的手势。我这样子没有砸死啊，他没电了。不妙，我真的还是得插着充电线来玩。这个我们打到再打两场，打到我体光了为止。杂色就配敖魔吧，他是杂色唐魔队，我配敖魔队了。这个是在巴哈上不被看好的沉迷小朋友。沉迷小朋友，请到柜台，由您的朋友去找您。等一下，我又搞错了，这只该不会是石飞影的是吧？对不对？这只应该是美介斗了，它集最高倍率，没看到。其实他欠色也还没有说欠色没输出，他欠色没有防御。八 C 最高吗？没看错。八 C 最高倍率，那跟敖魔一样啊，那就是天神跟敖魔配的是吧？两个都是八 C 最高倍率啊。我就是一个敖魔是只要 combo 就有盾，那陈米是要有五色才有盾，可是陈米的盾有半减，他敖魔是35%吧？敖魔35%是有几把？我忘记了。他们两个可以配啊，所以陈敏要出应该是配敖魔的。一个陈敏，一个稀饭，这部作品是抢手。然后那个好像什么铁拳陈敏，就是我看那个炼技漫画是这样写的，也是拳那个拳打武术的漫画是吧？
嚯，你竟然把我们的游民奖换出来了，你真的是不知死活。我也是玩了我们的游米奖玩很久了，我抽当初抽的就是正月游米，我真的是开心到翻过去翻了一圈这样子，又不是在看青花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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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倒出来，还是把这个十圈的卖掉了。茶粥堂今天哦，已经快一点了，我们也开了一个半个小时，超过了。啊，那今天抽的内容就从索尼亚格隆来接啊。对，换座位，刚好用今天最后一只钻蛋，马克鲁奇一波来接位。他是火主火 combo 队。combo 对，马克诺奇，所以有没有线索要组？combo 对吧？火火队人才都能搬出来的，六 combo 以上攻击上限，我记得最高是八，也是八 combo 满倍吧。索尼亚格隆，有星矢吗？有人有星矢吗？哦，有，没问题。配那个小白幻，七成的，听一下，圣诞小白幻才有盾。圣诞小白魂，我很有吗？圣诞小白魂，有没有？这不是圣诞的，不是圣诞的有。光普通的攻击是五倍。哦，原来是，原来这是原版的、啊。现在其实是分期进化而已、啊。圣诞小白幻没有盾，我有点忘记，是好像没有看到圣诞小白幻。那就拿有盾的小白幻好了。我又是可以超多了。我又是，不过是一代神宠，满满的又是。好啦，那么进啊，你忘记？哎、欸，我刚刚是不是？我刚沉迷的时候就忘记换图了，是不是？刚刚太慌张了，发生了放松事故，太慌张了，慌张到忘记换图。Sorry， 沉迷没有放到你的图。马克鲁杰。最后一场了，对，巴西最高赔率。还有盾，木之木它是要那个四颗回一串才有那个回复规律。
虽然他的觉醒没有那个新那个新加啦，可是他对总计自己就是新加的效果，就是。看看的，果然我开始插着那个充电器在玩，他就开始变钝了，他连跳 combo 速度也变慢了，落珠速度也变慢了。连出伤害的速度也变慢了，所以大家要玩手机的时候最好不要边充电玩，像是挺长电池的，你看我现在电池的那个也蛮不蓄电的，珍惜电池，远那个远离边充边玩，只是改掉这个习惯而已。可怜是卡在那里下。然后开台开到一半，突然间手机没电这样子，拉克拉影的调调，可怜是卡在那里下，这也是没办法的，杀了他，去了，嘿，哎、欸，啊，我忘记了，我忘记我要新纸，我还给他洗这样子。这家伙，这家伙有病。反正个，Sonya Grown 这个就是在双击里面嘛，可以那个除技的一层。OK， 因为他就算拼命打到更新，他也不会斩杀，真太佛心了。就是专门给你除技的一层，飘龙1400万，首先的版面比较大，货数比较多。嗨，終わり。ソニアグロ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疲れ様でした。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抽什么用什么，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今天从开台包括我课那一台，总共20抽，总共20抽。嗨嗨，20抽结果呢？安安，可是我已经要休息了。20抽啦，20抽三钻，平均值以下，照他们期望值是20抽起码4钻啦，对啦。不过加上我先前抽的1、2、3、4抽，所以是24抽4钻，所以还是比较平均。不过我在平均值上下，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抽，对，放心的抽。这台没有说很雷，对，感觉还蛮好抽赚单的，跟之前几台比起来，感觉比剑心还好抽赚。因为这台赚单比较多、啊，而且可用点很多啊，人家才出没几天，人家伊布的那个哪里双顶尖出来啊，沉迷是大家不看好、啊，虽然说感觉就是半五色半减都还蛮不错的，半减内，然后落到99强化。
然后团长也强化啊，小樱神虫不神神捕不解释，那只有这个那个那只好像强化吧，然后他是属性无效嘛，我一开始属性无效，现在好像只有一只花架迷后了。就是考量到自己能力啊，不要说什么妈的，我就是要跟他赌一单这样子。有工作的还没问题啊啊，不要让自己不要为了想要抽单让自己饿肚子了。对啊，那次啊。结果没有抽到，连萨库拉都没抽到，反正是，离活动结束还有好一阵子，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看能不能在结尾之前来一个神抽之类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顺利的让我的马克诺一波用我们的利巴布罗来做一个结尾。打爆我们的索尼亚古龙，虽然说是靠那个草地精的心智打爆就是。好啦，那么这一次的那个奥斯卡克拉巴奇啊，抽没有什么券，先到这个段落，这赚单都蛮有价值的，蛮值得一抽，这次有大 buff， 各种 buff， 嗯，好。那我就跟这样子了，不敢在现场跟你们干上了。那么我们走看什么叫做下一次合作，下一次合作是什么时候？下一次应该是特殊转战机，应该就是花架吧。六月应该要准备开新娘抽了。对，不过这次六月活动呢，全打过的话就送一只新娘皇帝啊，拼拼看，如果有需要的话。不过我觉得新娘皇帝特别强嘛，这样很好。那我今天这样子，感谢大家，现在时间也不早，准备就半夜一点了。祝各位夜猫有个好梦，祝各位都抽到自己想抽的钻蛋。对，如果金蛋也有想抽的，我为了信仰抽，为了萨库拉抽只小狼回来这样子。你们不要在我的包包里面放闪啊啊！汪汪汪！嗯、好了，先这样子，感谢大家，下一次大家再见喽，新娘子晚安喽，下次见拜。抱歉，冲突了，发生了放松事故，调整了好一阵子。拜拜，感谢大家。我中途的角色就不会动了。现在好像有感应到了，现在好像有感应到了。还没有感应到。好了，感谢大家，先休息咯，晚安。说了，真的没吃完。